回阁主，若论刑罚，理应废除断风的修为，并发配偏远城池，变为苦力。什么？今天无疑是近些年间最能威胁到我们四大家族的时刻。洛云的所行所举已经赢得了无数人的拥护。废除四大家族老一辈的高层，并将他们交由父亲来管理掌控，以此来遏制四大家族的反抗。